夜华要回少年宫，拍一个少年宫成立65周年的纪录片。小时候在上海嘛，然后就边跳舞，就是边读书，然后一下课了就去跳舞，所以在那里等于是过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的一个地方。我好久没有回去了，然后今天正好回去看看老师，看看我们的大草坪，还有大理石的大楼。Later. 哈哈，这是我们延安路的门，这也是后来新造的少年宫小朋友玩的一个游乐园。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大楼，哇，有16层吧，好像是。我们小时候是在这个老大楼里，给了我一个很多很多回忆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建筑超级高超级高，它可能有3层楼。然后呢，这个就是少年厅，是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排练的地方。每次有那种联排呀，我们小朋友就在这样一个这个地毯可能都有好几十年了，我感觉在那个地毯上排练，然后就可以看这个超级复古超级欧式的建筑，特别喜欢这里。还有这个壁炉，因为小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壁炉之后，我们旁边后场的时候就经常是蹲在那边等在那边，然后就因为这个壁炉，我小时候都跟我妈妈说以后长大了有钱了买房子也得要弄这么一个壁炉。这里也是我小时候排练的一个房间，现在好像成了合唱团的。这个也是以前，这里就是空调的风，这里也有壁炉。我们刚才就是在那儿采访的啊，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地方，这非常漂亮的，哇，这个长廊是不是透着光？外边是我们的大草坪，这是我小时候从幼儿园中班大班就来这里成长的一个地方，超级美吧。这里是我小时候排练的另外一个舞蹈房，一个大镜子，然后特别好看的灯，哇，在这里排练的小孩是不是特别的幸福？哎呦，以前就是每次在这儿压腿。首先，今年是小伙伴艺术团的60周年，在这里我要先祝艺术团生日快乐。女人呢，我觉得不管是女孩、女生，包括一个成熟的女性，我觉得最重要的，你美不美在源自你自己的内心，源自你的自信。成功了，成功了！最后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成功了？因为你们老师都笑了，我们就觉得成功了，是吧？对的。采访完了，然后呢，今天也在这里拍了超级美的照片。然后这是你们想要看的 vlog， 我今天就想说，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特别的意义去记录这一刻。